Hello， 而家射內就嚟播，係咪都仲係好驚會俾啲神仆圍攻？唔驚啊！俾人問到我唔驚，因為我已經訪問每一次啲人都係問我你驚唔驚啊？咁但係我已經有少少已經過咗嗰、那個即係已經拍完咗一段時間啦，自己都冇咗嗰個感覺，即係因為都冇得去預計呢件事。即係問到已經反而係冇感覺啦，已經。但我預計到即係個片段播出咗之後嘅咩反應？我都不知道，我覺得我只希望大家有少少壓力的，但是其實可能因為我覺得現在開始大家講得多了，然後知道大家其實都有個心理準備，其實都看過韓版，你大約知道劇情是怎樣，我又覺得大家他們的粉絲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會即是會即係講下笑，其實佢哋都好好嘅，即係佢哋都真係會，即係嗰次拍嗰時都會同我哋講加油啊！即係唔係話諗住真係乜搞錯啊？即係點解會同佢哋拍啊？即係都唔係咁嘅，佢哋好理智嘅其實。但你怕唔怕睇？咁樣？好。但你怕唔怕自己睇翻一啲親密嘅鏡頭？會，其實我覺得係唔係？淨係親熱嘅鏡頭咯，我其實我每一次自己做完嘅嘢啦，即係電視劇又好或者電影嘅都好啦，即係都會啊好緊張啊，我唔知道自己做成點咧，即係可能即係你都會有一種睇翻自己都有少少尷尬，即係唔係淨係親熱鏡頭咯。我覺得會唔會屋企人一齊睇？電視劇不會咁尷尬，係好尷尬，即係同自己阿爸阿媽睇自己。都真係有啲尷尬，係。咁佢哋會唔會自己揾你睇，跟住同你講啊？其實我媽咪係會，我媽咪係會自己去買戲飛入去睇我啲戲嘅人嚟嘅，即係佢好 supportive 嘅。所以我諗佢都應該可能會自己開電視睇，但係佢唔好話我知得㗎。會唔會驚咗再同鏡仔咧，即係有啲咩合作，會知道多啲考慮？要再諗下咯。有冇開始收到啲？其實是拍緊的時候已經有，拍緊的時候，開始有攻擊性的留言啦。例如，你難忘的有邊啲？啊，我不想講，他一定會，即係我佢，即係會有一，即係其實不是很多的，即係可能兩三個留言是比較賤女人。係啊，但佢應該唔係阿 low 啲 fans 嚟嘅，我唔知道，但總之是開始。知道應該大家知道了我接了細佬親親，開始是會有少少一些不是太好的 comments 啊，即係可能 DM 啊，咁但係我係其實我係得啖笑嘅啫，因為其實都真係演員係唔通唔接工作咩？即係係咯，即係好簡單，其實大家都係做嘢。我唔會，其實我真係唔會復，同埋其實係攻擊唔到我㗎，因為。我覺得冇，即係我冇，我對得住自己咯，做嘅所有嘢都係。最擔心嘅一次，即係你演咁多。其實如果係嘅話，都應該係嘅，即係要計。但係其實又冇，即係都冇得講啲咩咯。即係因為始終都真係工作，同埋係戲劇嚟嘅咁樣。你可唔可以同阿 Sherry 分享下，即係佢有冇都收到啲 DM 情況好似你？有。我和 Shelly 拍緊嘅時候就係我哋係大家，因為佢又對住 Eden， 我又對住阿 Lo， 即係然後佢都會有一啲唔係太好嘅 DM 啊留言啊，即係大家就覺得啊，係啊係啊係啊，即係但係即係只能夠覺得即係做希望自己做得好啲，即係冇話要喊咁樣嘅，其實冇嘅，都冇嘅，都我覺得都要去。怎麼說呢，在這些其實我覺得做得這個行業啊，或者其實就算可能阿 Lo 啊 Eden 他們自己本人都會受過很多不同一些攻擊啊，言語上啊，可能網絡上都會有人說他們啊，即大家去怎樣處理，即就是不可以太過認真去對待那些 comments， 做回好專注自己工作，專注自己的本分是最好的，即反而 focus 那麼多人怎麼說自己就
會很容易 lost 咯。但係同伴會唔會都收到一啲鼓勵嘅 message 啊？啊，都有嘅，其實都有嘅，即都開心係。其實佢哋嘅即可能佢哋 fans 都其實唔係話即反而我覺得我覺得攻擊我嘅人未必係佢哋啲 fans， 即可能係一啲唔識得嘅人，但係佢哋啲 fans 其實都好 supportive 嘅。即我都試過記得有一晚拍到好夜喺。唔記得咗喺好山卡的地方，咁佢哋嘅 fans 都可能會去睇佢哋拍嘢啦。我記得嗰晚佢有個 fans 係送咗包糖俾我嘅，即我係覺得好 sweet 嘅，係。我為咗今日同阿 Frankie 講咩，之後都想同其實應該有機會係，如無意外係應該會有再合作嘅機會。傾緊係啊係啊 ，IT 九。我不知道講唔講，如果希望 IT 九二可以的話，係啊，肯定好消息。係啊，年少幾多鍾意上馬啦，會唔會都留定票做正票？我其實本身係好想去，我今個月其實係唔係好出席到謝票，因為我嚟緊會去日本做嘢啦，同埋十二月咯，十月嘅話我就會跟翻年少日記嘅謝票場咁樣咯。我都期望個成績喺度，我都希望《年少日記》可以多啲觀眾入場睇啦，因為即我自己都經歷，即同呢班演員，我係覺得其實《年少》入邊嘅所有演員都好好，同埋我覺得呢套戲都係值得入場睇嘅，係咯。問多個問題，演員話咧，阿齊天導演拍嘅時候咧，上個片場即現場喊，激動你會唔會見過佢？有，我哋每一日咧，我每一次其實我唔係好多日嘅啫，但係我每一次去到現場啦，我哋拍緊嘅時候咧，開始 roll 緊機，我係望，有時我可能我喺後邊 stand by， 咁佢拍緊其他嘢，我已經點解阿卓會開始見到佢慢慢默默地喺度流淚，咁默默地即係佢每一日都會喊咯，即係我哋已經係我哋係每一次見到係啊，我哋每一次見到阿卓都佢又喊啦。佢好可愛啊，真係好可愛，因為我冇試過，唔會啊，我反而覺得，即係我覺得好，我冇見過一個導演會自己拍，因為其實劇本佢自己寫嘅，即係我冇諗過佢會可以一路拍一路喺度喊，因為其實都即係佢要對個劇本好有感受，佢自己好，你 feel 到佢好愛呢個劇本先會有咁樣現場咁樣睇住。都會喊得出咯，即係我哋大家其實拍緊戲嘅時候，就算你拍幾慘嘅，你喺隔離大家都係做緊嘢嗰個狀態咧，你冇可能會可以喊到嘅。即係但係佢係，我覺得佢係真係好，佢好 into 件事咯，係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